圣诞节过咗，仲有圣诞礼物。北韩呢就话会送份圣诞礼物俾美帝。咁啊，睇翻啦，北韩咧同美帝咧个国家咧系绝对唔对称嘅。咁呢份圣诞礼物，美国咧美帝啊点样回礼咧？你睇翻呢度啦，美国即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咧，扬言啊，若果北韩啊再试射导弹啊，美方会采取行动。咁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咧呢个奥布莱恩讲，佢话假如北韩进行远程导弹或者核弹试射咧，咁样美方咧，即系美国咧，将会采取行动应对啦。佢话又指北韩领袖金正恩咧，如果采取呢种做法咧，美国将会非常失望。嗱，再睇呢段啦，呢段咧就话系北韩早前啊。佢話將年底定為最後期限，暗示如果美國唔讓步咧，包括取消對平壤嘅制裁咧，佢話平壤可能會恢復呢個測試遠程導彈。咁啊，有北韓官員曾經警告，佢話美國咧想收到乜嘢嘅聖誕禮物咧，完全取決於华府。啊，你睇翻一样嘢啦，就话呢段咧讲到咧，好似北韩咧做主导咁样，咁美国系咪好惊咧？美帝真系好惊嘅，啊点惊啊？呢度你睇翻，即系美国一定系唔会惊啦。嗱，首先我曾经讲过，即系你睇翻金正恩被人玩咗两镬啦，第一镬就系话，平壤喺河内啊，嗰时啊，特朗普都唔谂同你倾啊。跟住走撚咗，搭飛機走咗。喂，金正恩跟住悶悶不樂去咗俄羅斯，又俾阿普京玩咗一鑊。喂，咁啊，而家即係其實金正恩佢嗰個政治價值已經失去咗啊嘛。喂，佢個底牌，喂，老實講，美國佬已經睇穿你。你即係你諗下，即係可能咧，美國咧情報顯示，根本北韓咧隨時係冇能力做呢個核彈，不特止，亦都係冇能力發展呢個彈道導彈。因為睇翻呢樣嘢，佢成日都話測試嘛，係恢復測試啊嘛。嗱，首先講翻即係呢個叫彈道導彈啦。嗱，如果呢個測試你睇翻呢個彈道導彈，北韓啦咩型號都唔好理佢啦。總之呢個彈道導彈所謂啦，即係叫火箭，我叫火箭好啲啦，即係亂鳩咁飛啦，有時飛到好高，咁啊跌翻落嚟，咁啊唔知飛咗去邊。咁啊，有時啊，即係你諗下，即係其實日本係驚佢咧，即係唔係話想打日本啊？驚佢亂鳩咁射咧，跌咗落嚟日本境內或者南韓境內咧啊？咁啊啊，美國嗰個處理即係點樣應對方法咧？係嘛？一定有應對方法啦，真係可能揼佢噶嘛？嗱，你睇翻一樣嘢嗱，又如果呢份聖誕禮物咧就飛啊飛下去亂鳩咁射啊嘛，就飛咗去中共啊，咁啊真係好睇啦！咁呢個2020年咧，就係呢份禮物咧，就原來可能真係俾中共嘅喎。咁啊，中共會點樣應對咧？嗱，我估咧就係封殺所有消息咯，封鎖所有邊個提及呢個導彈，如果真係北韓導彈打咗去中國入邊嘅，邊個提嘅就拉人封艇，係嘛？中共就會咁樣處理啦。而美國點樣作出應對咧？咁啊，要睇翻另一段新聞啦，這個新聞就話，喂，這個發生在28號嗰陣時，伊拉克北部的城市基庫爾克一個軍事基地受到火箭襲擊，一名美籍的承包商死亡，其基地內亦有數名的美國，包括美國士兵和伊拉克的軍方人員亦都是受傷。咁啊，以美軍為首的當地反恐聯盟咧發表聲明，去公布有關消息。有目擊者表示啊，聽到多下嘅火箭炮啊轟炸嘅聲音，佢暫時未有組織承認。咁樣你睇翻啦，睇翻今日啦，今日美帝咧就作出呢個行動就係咩咧？美軍咧就空襲伊拉克及敍利亞嘅武裝據點。咁啊，睇翻啦，佢即係美國咧就派出呢個 F， 即係派出 F-15 啊，就去攻擊呢、這個，即係話打擊呢個伊拉克同埋敍利亞內嘅親伊朗嘅武裝組織。
咁啊，唔使講啦，咁啊，一定鎖定咗有關嘅即係據點啦。你睇翻，喂，即係你睇翻敍利亞同埋伊拉克入邊，喂，嗰啲即係而家親伊朗嘅所謂武裝組織，佢哋嗰個能力有限噶嘛。咁呢個親伊朗嘅武裝組織咧，就話睇翻一樣嘢啦，就話美國官員表示咧，因應美國民間承包商咧喺伊拉克啊。軍事基地遭到火箭襲擊，跟住即係喪命啦。美軍啊就決定對伊拉克同埋敍利亞咧呢個什葉派武裝組織叫真主黨裏咧嘅五個據點啊打擊。咁啊，其中伊拉克境內咧即係造成25名民兵喪生，50多人受傷。佢據報咧死傷者。即係中咧最少啊有四名真主黨裏嘅指揮官，嗱指揮官啊，嗱咁樣你睇翻一樣嘢都話啦，如果你北韓玩火嗰個導彈又射唔準，跌咗去美帝嘅盟友，咁美帝又要做一定要造成傷亡喎，造成傷亡咁肯定唔使講啦，係嘛？你造成傷亡嘅咪用戰機嚟招呼你。北韓咯，係嘛？即係咁樣，美帝咪咁樣回禮咯。你俾聖誕禮物我啊嘛，冇問題，我咪俾翻一個回禮你咯。可能喺個炸彈入邊寫住聖誕快樂、新年快樂咁樣啊嘛，寫住啲咪俾翻你北韓咯，係嘛？啱唔啱啊？嗱，咁你再睇一樣嘢啦，再睇另一段又係講軍事啦。咁啊，講翻呢個叫做。山東即係個山東南咧，呢個叫喺27號嘅發生咧，就山東南，即係呢個山東南咧，駛經台海啊！咁美國國務院咧東出，即係叫中共咧，即係唔好再玩嘢啦。嗱，睇翻呢度啦，就喺台灣啊，國防部表示咧，係中共啊，所謂咧第一艘呢艘叫做航母咧，啊呢個叫山，嗱呢個字咧我真係唔識字咯，唔識讀咯，呢個應該係寨字啦，係嘛？點讀都係啦，係嘛？山東號或者山寨南、山東南、山寨南，喂，總之佢都起碼有自知之明，喺前面加個山字，後邊呢個字你點讀？我啊肯定讀個寨字啦，山寨南。咁啊，山寨南咧早前咧就話同呢啲護衛艦咧，護衛艦一齊咧就由南駛向北，經過台灣海峽。咁啊，台灣咧嘅軍方梗係派。戰機咧，喂，全程監視啦。咁啊，美國國務院咧就叫中共咧就唔好玩嘢啦。你玩嘢咧，嗱你玩嘢咧玩出火嘅。咁你睇翻呢樣嘢咧就美國，即係美國，即係話你睇翻呢度，佢話呢個叫山寨艦、山東艦。咁啊，上星期二咧喺南海啊，喺海南啊，海南咧呢三亞港咁啊，俾咗呢個叫做被服役啦。被服役咁啊！喺北京咧，呢個中共國防部咧發言人呢條友講咧，佢話呢個山寨艦咧被服役後咧個情況咧就話一切順利。佢話山寨艦咧上月咧曾經咧由北向南咧駛經台灣海峽，咁啊期間咧有美國同埋日本艦咧尾隨。嗱，睇翻呢只叫做。山寨艦又好，山東艦好，加埋佢嗰只遼寧艦又好，兩隻一模一樣啊嘛，一模一樣係咁慢啊，一模一樣係咁大煙啊。首先，你過台灣海峽，台灣海峽呢度啦，台灣海峽你咁樣過，全程俾台灣當局，即係台灣啦嘅軍方監視你一舉一動。佢睇到咩咧？你睇翻一樣嘢，佢中共入邊咧嗰啲五毛啊，甚至中共嗰啲軍方乜都好啦，佢經常用呢兩隻航空母艦嚟話威脅台灣。嗱，咁啊威脅台灣啦，呢兩隻艦咧，呢兩隻所謂航母咧，就係博物館級嚟嘅，根本啊擺喺博物館。咁你睇翻人哋改裝少少喺度上邊咧，喺呢度喺呢個叫做。即係跑道上面咧，加一啲叫做紀念品啊，加啲食店咧，咁拍埋案咧，收下錢咧，咁啊用途咧，咁啊天下無敵。因為你睇翻嗰只遼寧號咧，曾經我嚟過香港噶嘛，
佢都係俾啲人，俾啲香港，即係有啲人咧就上船，咁啊參觀呢只遼寧號，跟住參觀完之後咧，嗰啲五毛咧又係又咁大講咁大啦，又話點嘅顯示中共嗰個航空母艦有幾威，有幾威啊？咪博物館咯，擺喺度派喺度，喂賣下紀念品，咁樣賺錢咯。喂，咁樣咪仲好，個回報咪仲好。喂，你真係愛嚟威脅台灣？喂，你嘅船咁慢，威脅台灣，咁啊即係成日都話係靶船啊嘛。喂，俾人當標靶咁樣打啊嘛，係嘛？真係打到你瞓喺度嘅喎。啱啱啊，你睇翻一樣嘢，講到中共未用過航母去作戰嘅，記住作戰唔係演習。演習同打真軍咧係兩回事嘅，演習咧係玩嘅啫，打真軍咧就係、是，喂，你嗰兩隻航母點用？即係可能連中共都唔知啊，防佢而家成日都話航母係嚟防守噶嘛，甚至威脅台灣。咁威脅台灣，咁啊你諗下，美國即係台灣同美國，美國係一定會介入嘅。再講翻一樣嘢，美國美帝佢用海軍根本用到好成熟，亦都經常用，係嘛？經常用啊！咁你講翻呢只即係呢只山東所謂山東艦或者山寨艦咧，佢而家由南向北咁啊去翻山東啦，咁啊停翻山東，咁呢就好明顯啦，呢山東艦都擺喺度噶啦，咁啊點解要南去北咧？咁啊，美國會警，即係美國會即係警告，其實警告呢個中共啊嘛。其實點解中共呢只山東艦要咁快雞咁腳咁走咧？屈事源就係個颱風啊嘛，喺菲律賓去咗南海啊嘛。咁呢只山東艦或者山寨艦，咁咪雞咁腳咁走咯，係嘛？走啊，要走啊，快啲走啦！即係風個風嚟緊啊！喂，咁呢只睇翻呢只山東號或者山寨號。見到個颱風雞咁腳咁走，咁啊知道喂經不起風浪，咁啊點打仗咧？你睇翻美帝嗰啲都航空母艦啊，啊經常啊喺只大海嗰度，喂真係夜晚黑降落又得，咩時候降落都得嘅。呢、這個就係訓練作戰訓練。喂，原來呢只咁嘅山東號山寨號真係～睇翻佢嗰個叫做作戰能力已經冇啦，仲要俾見到呢個颱風雞咁腳咁走啦，係嘛？雞咁腳咁走，走得快，好世界。個台灣全程俾人監控，全程俾人監控，俾人鎖定咗。喂，你冇運行嘅，一定係靶船。所以你睇翻而家中共而家嘅軍事咧、軍備咧，到而家都係山寨。山寨咗之後，佢都唔知點用，佢都唔知點樣用嚟作戰啊？點樣用呢個航母作戰？佢未用過，未用過。咁你咪即係等於，即係成日都話摸著石頭過河。咁你打仗摸著石頭過河咧，你就好撚大鑊噶。如果呢兩艘戰艦，呢兩艘山東號或者遼寧號，喂，俾人打沉咗。咁佢即系佢成个中共嗰个军力咧，就等于好似清朝啊，满清个北洋舰队镇远号、定远号嘅命运系一样嘅。咁啊，跟住就俾人任人鱼肉咯，系咪啊？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